所以那个小兰哥他在一号营地吗？那个谁，泱泱他在开局玩的时候，刚进那个大乙种的时候，马上遇到小鸡，我马上叫他拿网子，他就是听不懂什么东西。那就他的8只小鸡跑掉了。那个今天开到下午结束后，晚上会继续开啊。那再来陪我，一定要陪我，拜托一定要陪我，我求你了嘛！哎呦，那吃猫的那个生物博士啊，我也随便遇到那个。那叫什么？粗毛秧鸡跟那个古代鱼。我昨天开太油啊，就是昨天突然又抓到粗毛秧鸡，又抓到古代鱼。那个这边上面会有一只，这边会有一只。然后你抓完它之后，它会乱飞，你就走到这边来。然后它会飞回这个树上，然后如果你那边没有的话，它也可能会出在这边。这个是我昨天要睡觉前的时候发现它直接停在这上面，我就直接抓了。你们看这个，那只壁虎，它只要那种争执中都会出现。不能，好，抓一下，然后小蓝哥也会停在这里，这里，我这边还没遇到过啦，我都是遇到树上跟石头上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再要去逛哪里？雨天，我们去赌赌看。我现在有6个分页都是跟魔物猎人有关，锤子的、环境生物的，哦，环境生物的有3个，有 U2 的，有巴哈的，有什么个？然后锤子的有2个，还有一个是狩猎底的。我其实抓虫，像。我之前不玩魔力，不魔力宝贝啊，哇也是啊，我想玩魔力宝贝。我之前不玩神奇宝贝，就是因为我也会沉迷很久，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待在野外，然后都不回家，然后在野外忙很久之后突然回家的那种感觉，懂吗？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棒，可以野外扎营啊，然后。在外面就是，怎么一回家发现，哎呀，你什么神装啊？那种感觉。你是什么？你是玉藻？哎，不对，吉藻吗？吉藻，好，这边一个。那再来就是，我们回到食药营地。这边我昨天看影片也看到很不飒飒，因为这真的不迷路个几次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走。偷捡，然后这个是哦，这个就是预兆了。然后这也是预兆，跳下去，然后直直走，靠着右边走。那看到这只始祖鸟之后停下来，发现这2个也是预兆，然后往回走，
是预兆，这个也是预兆，都可以放家里呀，很多都可以放啊。静一下。再来是这里，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预兆。他是说在晚上的雨天，哎、欸，有了！啊靠，这不是，吓死我！颜色突然变了，抓一下。再来往这边走，哦，跳下去，不是这里，我迷路了，哦，这里。跳下去，再往蜘蛛网这边走，这边有两只，哎、欸，头上也有哎、欸，这怎么上去啊？绕这边吗？是。这里啦，然后绕回来，就这里。没了。不明。晴天，反正昨天有人跟我约12点，结果还没看到他出现在这里。缺最后2罐酒，我记得最后的酒好像是要打任务吧，打什么斩龙跟持火的样子，就去打吧。没有，其实现在白天我们叫长跑那个啦，巨魔之地抓毛吉。又没有，然后这个可以再往上爬，因为小仙人花可能出现在这个上面的鸟巢。天，酸雨，可以来看一下。比较麻烦是蜻蜓要在下雨的晚上才会有，昨天12点刚好破天荒。毛吉有啊，毛吉有亚种，可是听说亚种要在
等级五以上才会出现啊。我现在是森林跟瘴气五等，所以我要有粉红色的话，我要把鹿山五升等。然后重点是猫鸡，它不一定会只出一次而已，它可能会出两次，两个点以上。因为昨天我们玩的时候，就是有两个点的猫鸡。哦，其实我还有一个什么巨大，我同伴上线了，巨大王奇鱼还没抓到。古代龙人你好。你看，出了出了出了，有没有？你吃这个真的有差。我那个是在古代钓什么？哦，大王奇鱼只能在古代输掉，不是吗？我的台真的延迟变短了，好开心哦！不会跑掉了吧？不，我动到了。早安啊！然后再丢这个东西，调个角度。咻！你看，又钓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了，这边结束了。看一下哦 ，HTT 你们要出现啊？不明，不明。来，我们去找毛鸡。HTT 嘞，是市区海边吗？就是很多灌屠龙的那个海边啊，沙滩上有古种的那个，都在那边钓的。哦，对，等下去看看好了。嗯。毛鸡，毛鸡，建筑鸡，建筑鸡，
哦，靠！我以为那是毛巾耶，白痴哦，桃源香啦，差点穿上衣服。哎，顺便挖一下，来造福后面进来的人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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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们来了，看来等一下这是最后的旅程，我们可以去兽笼了。下足迹，我要立站足迹。好，没有。这里。哦，驯鸟足迹真的超多，超好。这一场会不会有毛级嘞？叮叮。我昨天 FB 后台不知道为什么故障，然后昨天在等他弄好，就到现在还没好啦，等到四点才睡。你是不是有点大只？HDD， 如果你有在听的话。你开麦，我们就去猎龙喽。我现在在等你们，又没有毛鸡，抓一下。好，最后了，去瘴气之谷。等到四点，四点怎样了？哎呦呦，黑轰，停个。这边我就真的要穿着这个了。被蚊子咬真的太烦了，没有。呜，毛鸡，好，整个足迹，我们再走。黑轰好想打，我已经有黑轰啦、啊，所以就等 HTT 他们起来，我们就来打、啊。我很常遇到黑红欸，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区域嘛，有没有？
只是这些足迹好像就是不会在调查任务里面出来啊。他们在 DC 吗？没有啊。DC？没有其余哎。你打字吗？DC 没回我。生母安。好像有点热了。住，哎呦，节操也出现了。下午好，哦，我的眼镜。